新闻接下来看的是基德乡的洪山宫，主祀保安公爵尊王，起源清朝康熙年间，西元1677年，历史非常悠久。公爵尊王佮称作姓王公、贵姓王，相传少年的时阵就得道，伊的母亲唔甘将伊的倒脚扭掉咧，所以公爵尊王的身尊拢会有一支脚翘脚来定型。伊上界独特的是记得洪山宫的公爵尊王，手中是揢着金印，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身尊。日历洪山宫主祀保安公爵尊王，延起康熙年间，西元1677年，历史悠久。大号李清神的公爵尊王，又称姓王公、贵姓王，年少就得道成神，母亲唔甘扭着伊的倒脚，公爵尊王身上盘腿，真以一脚翘脚来定型。而最为独特的是，二叠洪山宫公爵尊王手持金印，是为全台独有公爵尊王，主委挂金盒表示，手持金印是要带来真好运。不得拢是翘脚这个造型，但是咱这尊圣王公无吼，真特殊，真奇卡，就是咱自大陆过来时阵。伊就是手持金印，这个金印部分无，会当予咱带来真好运、真好运，这个谐音出来。啊，有经过，也是讲专工来遮，会当甲咱圣王公参香，会当予恁带来真好运。二叠洪山宫位于破竹甲二叠之间的下溪洲，公爵尊王神威显赫。早期在农业时代，以800块来建庙，受到扶持，众神陆续支持，建过了富丽堂皇的庙殿。咱洪山宫建庙吼，至今那追溯起来是去西元1677年，咱先民就已经来遮，啊建庙到今有337栋，当初时。咱为古庙无吼，要过来这新庙的时阵，是以800块来建庙。较早的农业社会，要有法度去民国75年来建这间庙，才能辉煌。所以讲，咱嘛爱感念着为这间庙付出的，才会神圣大德。日前，主委挂金盒就任，2月7日来电进行清盆，突发性在太保出现着4级的地震。庙方也提醒公爵尊王圣王公有这数13太保，不谋而合，并呼吁大家天灾地变要注意。但是，咱清盆了后无吼，是这个2月7日当日就发生这个地震，而且这个震央是这个咱太保。看咱圣王公有13太保，这个意思不谋而合啊，嘛是咱这个神尊嘛有来警示着讲，咱对咱的日常生活一切这个天灾地变嘛是爱来甲注重注意安尼。谢先生蔡文东李德祥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